我们李仲慈老师啊，他不方便啊，但是他的长公主、二公主啊，也陪着他到现场啊。我们是不是鼓掌啊？非常欢迎啊，我们那个李老师。好，谢谢。人生有命，住校一同。我个人再过两个月，即将啊离开我们的最爱的教育工作。啊，大成啊，非常谢谢大成啊，能够以戒龄退休还有两年半，大成啊能够容纳我，让我有一个服务机会，所以加强多谢这个郑州金花好会长哦，伊啊会当我来代行，啊服务无够，四单一斤两单盘哦，啊就退休了哦，啊嘛感谢杨方雄会长，还有黄昆山会长、王惠敏会长。以及啊，陈辉生会长啊，姐姐也好朋友啊，还有我们大成里啦，啊，新年里啦，啊，谈腰力吼，一定一定啊，啊，搞啊支持我们，尤其我们退休的老师啊，我民国96年建兴的教务主任，去接这个延平国中背单，当时候延平也是最低落的时候，一个普通班只有三班，结果我们退休老师陈启和老师啊，登高一号召所有校友啊。啊，进来啊，帮忙啊，大成也一样啊，我们李老师啦，黄松根老师啦，黄文莲老师啦，啊，洪仲明老师，还有很多那个退休的老师啊，那个把校友找回来啊，所以去年我们非常谢谢啊，我们到那个时候，我们洪理事长、可成科技的董事长啊，洪水是理事长啊，啊，对我们校友帮忙，那现在是高彩级理事长，那前面有很多校友的会长也是很帮忙。今天这个参会总共47位的，非常感谢习德怀前面的理事长，他的赞助的，非常谢谢。啊，记我含饮料金融金，这种好用出来，不是我出来啦，啊，所以非常欢迎各位。啊，因为时间很宝贵，待会我们还要请我们的老师啊，退休的老师进来给我们啊做一下致辞。啊，我先介绍一下哈，好。先介绍哈、啊，远从台北回来的我们前司法院的副院长，也是我们杰出校友陈仲谋副院长，谢谢。阿马多霞，我们前面的哈、啊，先那个从台北赶下来哈、啊，谢谢。啊，阿马刚起来也同学哈、啊，我们前面的第二任的校友会会长哈、啊，洪敏莲医师，谢谢。好、啊。谢谢。现在是有点紧张，因为太多贵宾哦，他想要拍盖胶了。好，我们那个陈天来老师，陈天来老师，好，那个萧金辉老师，都背了我回啊哈。好，民国12年次的我们的前任的那个校长白德当校长，今嘛也推，但推下来哦，我看看哈。啊，还有我们林明美校长，我先给掌声啊，林明美校长啊，谢谢，好、啊、谢谢，来，还有我们所有的杰出校友哦，好，介绍一下啊，因为新竹医院的院长黄祖炎院长，院长哈、哦，好，啊，还有我们那个蔡政务董事长，哎呀，好了，那我又给提掉。哎，还有台安医院的院长，早哦，还有一个、哦，谢谢，好，右昌医院的黄院长，谢谢啊，好、哦，哎、哦，记得出彩啊呢，出彩，我管他盖小模，我叮叮的，待会有唱歌了啊，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啊那个医师哈、哦，医师来的金旗奖教授，哇，我早啊。好，我们陈双喜董事长，哦，谢谢了，感谢哈。好，我们黄辉鼎刚才介绍过了，台安的院长嘛，哈、哦，好，黄孙茂也院长也介绍过了，哦，孙永年教授也是我们杰出校友，哦，我早啊，弄改题啊。好，我们副处长嘛，早啊你哈。好，我们的长官蒋明坚督协，哦，谢谢。我们的校友会理事长，建兴国中的。高彩珠高校长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前台南市政府总顾问
李建南总管。哦，谢谢啊。好，我们前任的会长郑州金花郑会长，好，谢谢啊，感谢。好，我们南区的总会长，这里严义峰总会长，严总会长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我来的说的会长嘛，杨芳总会长，谢谢。哦，您的金融价阿爸盖销了哈，我下到是无准备要吃，因为是最欢喜。好，我们陈文山会长来位。阿伯哟，好，黄坤山会长，黄坤山会长，好，谢谢，哦，谢谢，感谢哈，啊，会员啊，阿伯来哦，好，我想到啊，陈淑华会长，尤美金副会长，谢谢，苏义金顾问，啊，谢谢，好，我们的副会长张凤林，欢迎大家哈，我想要讲广告，是自家中国地方来起哦，现在本来。我做发生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到现场去做一个协助的工作啊。加我从南开大学国中已经满65岁了，真的是不简单啊。当然，面对一些艰困哦，我们还是必须要做拉锯的动作。所以呢，好，面前哈，我们交流委员会应该会更用心的在这三天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随时配合大家好，我们支援来做个见证，都能够化解。我们在现场还有一些别的学校的校长在现场，所以呢，他是都有需要的时候，也随时都交给我们会来反映一下。啊，我们会随时就是加强我们所有校园的安全，还有我们校园的一些问题，我们也会来加强。啊，就这几位再次叫我来跟那个一块来大群活动哦，越来越茁壮，那个招生率越来越高。啊，我们叫我来等着问起来，各位节日快乐，我全国叫我来分享大家，谢谢哈。
大成员他叫我们的顾问，这里面的内容啊，我这里面的内容好像正当没有人有看，正当没有看，人家现在比我现在有钱，我是不是参与的？你告诉我这个很是的，我要这位是我们大哥，这位是我们大哥，你要看不见是吧？真的，我知道你们的地方，真的，我想结果交过来一个学生，我更是感激。见面老师，请老师坐哪啊？他从夏威夷开始成立，就一直支持校友会，而且呢在重返督促。那在他生病之前啊，就一直告诉我，今年校友会要办杰出校友，他一定会全力的支持，所以他非常的关心这一部分哈、啊，因为在他。杰出校友的表扬，其实就是学校验收成果啊。大家都是很有看到非常好。现在我本来今天应该是我讲的，是你赵子老师讲的啊，我很少不敢讲。但是这一次，为了你赵子老师，我不得不讲。校友，各位贵宾，麦克麦克，你们看。李老师的一下祝福祝贺词啊。
放你